品牌代言人华晨宇，守护我的信念，他去更远的地方。我是华晨宇，我们都是和平精英，拿稳信号枪，跟我进圈。 欢呼声，欢迎特种兵代言人天团登场！现在我们请四位到舞台中央集。请四位高举手中的信号枪，准备发射信号。来，全场和我一起倒计时，所有的朋友们，三、二、一，发射！ 谢谢，来吧，再次为他们欢呼好吗？欢迎四位。咱们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把话筒交给大家，这样子就可以跟大家在现场进行交流了啊。对，看到我们每一位手中还拿着信号枪啊，也是非常的生动了。在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表演赛之前，咱们先跟四位聊一聊关于游戏，我想你们都很熟悉了啊。先问问热巴吧。 您平时您自己告诉我们，对于《和平精英》这个游戏，您最喜欢的点是什么？您自己平时玩的感受是怎么样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的感受一样，花花平时也挺忙的，日程很满啊。而且这个录的这个节目确实特别花时间哈，这节目花时间，你说我们行业里出了名的，你也真是熬得下来啊，真不错。啊，你跟我们说一说，什么时候在玩游戏？还有我特别好奇，这个新出的皮肤你也会追吗？ 我皮肤我买了那个金色套装，金色套装买了，还有最近刚买的那个，因为刚出来的那个熊，就是又重新投票又回来的。有多少人是跟花花一个皮肤的？咱们鼓个掌。金属狂野浪漫波比，有人入了同款吗？我觉得我刚刚带货了，好像。突如其来，平时什么时候玩呢？我其实我是最近这一个月我开始很认真的练习了一下。 然后，但我玩这个其实还蛮看运气的，运气好的话，匹配的队友如果很厉害，我也就能苟到最后。然后，但是如果队友不厉害的话，我也就一下来就……明白了，躺赢第一名，靠自己，咱们再试一试啊！谢谢花花。最后有点好，我有点期待他待会儿的这个比赛当中的状况了。好，想说这会稍后的这个队友啊，压力应该不小啊。当我们再来问问王一博，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王一博其实有很多种身份，对不对？枪型的一个风格，包括载具的话，可能会比较用摩托车较多啊。那谢谢王一博在这里呢，再问一下超越，其实我们在18年的时候就有说过，就说了非常好，是让他让我们共同的话题，共同的体验，我就让我们多了更多互相交流的机会嘛。谢谢我们的四位代言人如此深入的与我们分享了他们与和平精英的故事
好，我们可以朝着我们的机位摆出一个自己喜欢的 pose 吗？都拿着信号枪的啊，哦、很酷、啊，看着自己要。对，好，游戏当中就想捡到信号枪，哎。咱们留下这样的一个宝贵的画面，因为接下来的四排也会成为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所有的玩家们共同回忆的一个部分。没错，看看他们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好，谢谢，谢谢我们的四位代言人，谢谢。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四位代言人到我们的备战区落座，谢谢大家。来，请，有请这边，请。开始了，开始了。来，究竟在游戏当中能够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一起来期待一下。下面我们就把画面交给解说席。
不利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是的，包括具体的一些我们还是在游戏里再给大家介绍杨超越关于咱们和平精英的故事啊。哎，以及听说哎，现在我们在引领走向前方，引领走向前方，正如我们现场的红海一样是这么的绚烂，正如华晨宇他自己的那个官宣图上的格子衫一样，哎，红色象征着什么呢？正义、热情以及冒险。在游戏之中，华晨宇守护自己最好的队友们，在我们比赛的现场被一片红色的海洋也所守护所支持着。现在我们看到屏幕中央的呀，也是我们山谷地图的风貌，这是来自于地图西北角的花海地貌。是花海地貌，除了花它还有海，也就是说这张地图它真的是覆盖了非常多的一个地形，相信可以让我们所有的特种兵都在这张地图上去满足的。因为王一博他自己的这个服装是，先看一下这边，快来救救我，他是华晨宇的游戏 ID 华晨宇。哎，我有一种亲切叫法，叫他华晨宇。哎，华晨宇，花花。哎，花花都是咱们最喜欢的。是的，有啊，这个渊源可能跟他一会儿双排赛的搭档有关。但是我也愿意。是，那因为现在呢，我们进入游戏之后，我们看到右边是给到了咱们四个明星特种兵的头像啊。我们都说看到自己偶像的时候，专注的样貌即是他们最美丽最帅气的样貌，确实看到他们专注于我们现在的游戏画面当中啊，感受到了他们一种认真的态度。是的，再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我们的选手在干嘛呢？比如说非著名八倍镜王一博，他正在房屋里进行一个物资的搜索，这个就非常关键了。我们和平精英啊，在这个自由的沙盘地图上，你每局要作战的物资都是需要自己在房间里面一个一个搜索起来的。哎，是，我这段时间包括华晨宇他也在搜索，就是说咱们进这个游戏啊，第一时间咱们会选择这个落伞到一个城区。哎，那小姐就会说我们的枪械哪来的呢？就需要你去找到附近的一些房区呀、厕所啊等等，找到地上有没有散落的一些装备。是的，那这时候说到装备，看到杨超越的装备啊，身上是穿着我们刚才在大秀中有过的黑色猫咪的一套套装。嗯，杨超越目前的装备啊看起来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头甲很完善。哎，头甲大家给大家普及啊，头甲的作用到底有多重要呢？头甲就是头盔和装防弹衣，那都是在游戏里面要保护自己的。是，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却看到，哎，迪丽热巴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捡起另外一个重要的装备，就是游戏里的背包呢？他目前好像逛了一圈物资，还没有找到自己最想要的，非常专一。哎，我觉得这个时候啊，就是明星有着自己特别特别独到的眼光。他在找可乐。哎，在我们代言人宣传海报上，迪丽热巴是拿着一罐在游戏里面可以快速移动的能量饮料，这边。非著名八倍镜王一博选手拿起了一个著名的四倍镜。哎，是，虽然说咱是非著名八倍镜，但是著名的六倍镜、四倍镜、还有二倍镜。是的，以及我觉得呀，王一博说这个非著名绝对是谦虚，毕竟实力是如此的强劲。这边华晨宇、拿了一把大狙，难道说华晨宇这波要打双狙？这个武器可厉害了，这是我们游戏里面啊最善于远程一击制导的双狙 M24。是的，是的。那你看到杨超越的装备是两把步枪 M4 加 AK， 那其实给很多新入坑的这个新入咱们游戏不好意思哎的这个小姐姐啊，就不是很建议说上来就打 AK 啊，这把枪还是有点难操作的。这说明了难操作的枪杨超越也直接捡到了自己的手上，一看呀、就是老和平精英了，所以这个 ID 也是老 ID 了。是的、可以看到杨超越打的是一个双步枪的配置，这种配置呢也可以说是咱们比较善于去打近距离近点的一种配置。是的，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是杨超越和王一博已经坐上我们的这个载具吉普，选择去把迪丽热巴接上车。哎，应该还有华晨宇没找着，等一下来了、来了。哎，这个车的驾驶员我要是没看错的话应该是王一博吧。王一博在驾驶吉普车、平时他是一位优秀的摩托车手，到了游戏里面啊，开启吉普车也能在山谷地图极限越野。是的，但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这个呀、看起来撞了一下，但实际上载具的耐久度也没有减，其实
不要紧。你知道他在为什么会撞一下吗？给大家解释一下，因为他在看右上角的小地图，就提醒大家咱们在记地圈的时候要看导航。对的，右上角的地图就是给咱们能来一个实时的导航，要靠自己变成一个人肉的 GPS。 这可能代表着王一博在游戏里面承担着重要的指挥位。哦，没错，但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刚刚好来到了信号圈内啊，给大家普及一下啊，在这个蓝圈里面我们身上会有一个 buff 的伤害。对的，在之后跟他人对枪的时候呢，不会有特别好的优势啊。哪里是一个白色的安全区内，咱们就要往哪里进行移动。哦，往前面看到了六号队伍，这里是蓝铁空投，可以看到这个空投是被王一博捡到了，捡到了什么呢 ？AWM， 是还差一个八倍镜，这是全游戏单发子弹伤害最高的栓狙步枪。是的，杨超越也说过自己曾经第一个远距离淘汰就是由 AWM 造成的。我想这一杆 AWM 对于我们代言人天团队啊，一定有着特别的意义。好的，看到现在他们持续的进行移动啊，应该是刚才那个敌人呢，他是蹲在了厕所之内，没有发出任何的声音，所以没有关系，咱们继续往前走。他应该是本来想阴一个，发现哦来了一车人，惹不了，哎，选择是继续的去隐藏自己啊。看到咱们四位明星的杀气啊，我这是我绝对就趴在地上一动不动，我就待好就行了。没错没错，这时候看到，哎呀，花花这里是选择在山头做一个观察，很细心。你看到花花这个装备也是有讲究的，他选用了一套潜水员的皮肤。嗯，这可能代表啊，我们和平精英你上可以爬山，下可以游泳，可能他代表他在这个水路上有着自己的建树。是的是的，但这个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四位明星代言人现在在这个场上开始不断的去观察，哎，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进圈思路啊。这个、就是咱们说的这个收集信息特别特别的重要。是的。只不过我看到杨超越的身上好像少了一个平底锅。哎，再看到这边迪迪热巴。哎，他想上树。嗯。这是一个特别特别富有创造力的想法。我知道了。哎。哎，但这边看到了非著名八倍镜拿着六倍镜。瞄到了三号队伍，我觉得他在等对面这个敌人一旦停留在地上就是他开枪的时机。哦哦，这一波差一点，对方走位是有点快啊。王一博继续对这个石头的敌人发起攻击，但你要知道王一博手里拿的是威力最强的 AWM， 我们在游戏里面只要听到 AWM 的枪声就有如闻风丧胆一般。是的，王一博在前点开始对远点做一个狙击啊，而自己的队友我们看到杨超越也在对另外一个方向开始打击。哎，现在三名明星特种兵啊，他们采用了一个三一分战的战术，向六号战队另一边。哦，华晨宇，华晨宇也开始用大狙在远点进行狙击啊。是的，威力十分强劲的 M24， 看来我们明星特种兵嘛，栓狙打得非常厉害。这枪差不多快碰到，但是左边有人不小心放倒了迪丽热巴。那这个时候需要我们的明星队友们啊，赶紧去把热巴扶起来。是的，是的，我们因为是一个团队游戏嘛，和平精英，所以当你倒地的时候没有关系，你可以让自己的队友赶紧过来把自己搀扶起来。是，我们注意一下啊，花花在旁边一直架枪，所以导致这个击倒迪丽热巴的敌人呢选择直接撤退，哎，饶不了。这是在我们可以看到啊，杨超越的搀扶之下，花花还有王一博的架枪掩护之下，共同哎将迪丽热巴救了回来。是的，给了一个急救包，非常的贴心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已经不在圈内，等一下应该还是要用咱们的这个吉普车进行转移。哎，转移保存载具特别的重要，因为我们要知道啊，现在从右上角的小地图看，他们离我们新的安全区还是有一定的距离，而且平时大家在自己打游戏的时候一定是离圈中心越近越好，所以一会儿可以坐上吉普车向圈内移动。等一下，王一博这边不想是开载具，选择在前面拉近点，放弃自己的车辆，为队友冲锋陷阵。这就是一个高阶技巧了，因为山谷地图是一张小型的地图，如果你选择载具的话呢，车辆的声音会让很远的敌人都能听到，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选择了步行，这是一个非常谨慎非常让能隐蔽自己行踪的打法。是的，花花这里也是在对高点进行一个狙击，这个意识非常好，知道先把远点对自己有威胁的人先放倒。花花手里的这杆 M4 啊，我要没记错的话也是一个黑猫主题的皮肤。黑猫主题，那就是 purple。 哎，花花自己养的一只可爱的猫。不过这边看一下，王一博近点上遇到了六号队的一名敌人。
是的，王一博继续打击这个打不死的人机，可这个时候对方选择拉到王一博的近点，哎，狙一枪，你看，直接把这个人吓得都得下车倒地方躲起来。是的，直接拉到防区，但这个时候王一博没有管他，继续对对面的高点进行狙击。哎、对面的高点也有花花过来帮忙架枪，又被近的 M 二四再打一枪，打中了，这一枪打中了，打中了，对方不敢露头，再来一击。直接将三号队伍压制到了反车后方，哎，现在需要换一下子弹。是的，哎呦，但是热巴过来是想帮挡子弹吗？小姐姐，你一定要是保护好自己啊！是的，我觉得现在啊，两位男特种兵呢就承担着绅士风度的职责，保护女特种兵。是的，你先防去。哎，热巴这里是信号区倒地，那得赶紧给一个可乐啊！哎，这个时候啊，我们热巴手里在海报上拿的那杆能量饮料就非常非常的关键了。是的，很重要，但近点还是有危险啊！现在花花还在找机会。哎，需要再往前移动一下，但是看到迪丽热巴这个位置，哦，这确实啊，我们看到已经来到了阶段五，阶段五算是游戏的中后期了。是的，在中后期这样的时间段呢，离新的安全区比较远，这个时候理智的想法是比较在。哎，等一下，花花回去了，他去救热巴了吗？但热巴没有能抵挡过残酷的信号区，最终呢，花花还是要回去，但。非常应该，嗯，这是谁放倒了王一博在这个树洞旁边？但是杨超越在前点，花花要不要来救一下自己的队友呢？这个时候因为被信号圈所驱赶啊，所以没有办法，只能优先选择进圈了。杨超越现在作为队伍里面第一个来到安全区的人啊，承担着队伍，哎，打不上药啊，太疼了。这个时候就跟花花的 ID 一样了，谁来救救我呢？但是。没有办法，却还有希望，就是现在杨超越啊还存活在场上。是的，快来救救华晨宇，快来救救王一博，快来救救迪丽热巴呀。嗯，我们是团队游戏，所以只要当有自己的队友还在场上的时候，这场比赛就永远还没有结束。看到前面的敌人了，这边非常可惜啊。是的，因为这一波蓝圈的驱赶导致我们的四位特种兵打野天团是没有办法进到安全区内啊。但是我们看一下我们特种兵天团最终的成绩啊，是排在了所有队伍的第四名，哎，前五。对，我们在游戏里面啊，其实前五名的时候就已经算是达成了胜利了。是的，咱们有个游戏机制啊，就是说当我们整个队伍哪怕剩一个人只要进入了前五名的话，我们此局就已经属于胜利模式了啊。对的，所以其实啊，我觉得对于我们的特种兵明星天团来说，今天打到了一个前五，在游戏里面属于胜利的成绩，已经是相当的喜悦。毕竟每局游戏最多的时候要有足足的100名玩家，没错，100名玩家当中进入到前五，这其实已经是领先于50%要很多很多的一个数值了。是的，是的，现在现场所有的粉丝，包括这个屏幕前的观众，请大声的告诉你们的 idol， 这把没关系，没关系。你们是很棒的，你们是最棒的。你们的代言人们暂时脱离了战场啊，回到舞台。刚才大家都看得非常的过瘾啊，事实上这也是我看过的最过瘾的一次啊现场的表演赛了。确实，无论你们做什么，都会发挥出山呼海啸啊。对，这个阵容真的非常的强大。对，咱们这样吧，咱们先请他给他们来给我们说一说，在这样的环境下做这样的表演赛感受怎么样啊？咱们从热巴先开始，感受怎么样？挺好玩的，是不是？什么都没有。你真棒，表演武术打算是吗？跟超越配合的特别好，一个往前跳吸引一枪，然后给你补血，哎，然后他再打啊，是，这是战术。对对，感谢大家救我，非常喜欢这套皮肤了，谢谢，可以说是。啊，这也很刺激，让我们充满了很多疑问。花花呢，感受怎么样？我就还蛮紧张的，对。看你打得很投入啊。对，对。这个。今天表演赛的成绩跟你平时的发挥，你自己满意吗？我觉得大家都在看着玩，还是挺紧张的，挺有压力的。是，对。所以你看，我们的职业选手们平时真的是心理素质过硬啊，真的了不起。赛场上和私下的这个状态确实也不一样啊。那么看到一博刚刚在游戏当中也是承担着司机的这个位置，有没有小问题？有点紧张，有点紧张，主要对赛场环境还不是那么熟悉。超越呢？超越呢？打得特别的认真，这也就已经够了，是吗？哎，要说刚才那一段，大家都其实都所有的玩家们其实心里都看得很高兴啊。这个是表演赛，成绩不重要，重要是大家一起感受了我和自己喜欢的明星们在同一个游戏里面的这样的一种色彩。但是你们的名字真的非常有意思，大家看到这 ID 啊，一上来我们互相解读的时候说，哎呦，这是来自西北，我很孤傲，我喜欢狼啊。
这是你真实的自我。对对对。哦，明白了，言简意赅，特别的棒啊，跟刚才游戏也一样，啥也不带往前冲，西北不好的狼，快来救救我。像是对你们喊的啊，你们会去救他吗？快来救救我，这是什么？这像是个内心 OS 吗？对，因为我自己平时和朋友一起玩的时候，每次都是我内心的 OS 就是看不见我，看不见我，看不见我，不要打我，不要打我，不要打我。特别了解这种心情。对，然后每次他，因为他，我平时会关掉我自己的那个麦，然后他有一个快捷的语音，对，然后我就每次发的最多的也就是那个救救我。好像啊，确实很像啊。那王一博的这个名字呢，就是非著名八倍镜，是刚刚我有看到你拿的是 AWM， 然后是六倍的一个配置，为什么会起这样的一个名字呢？在刚刚的这场游戏当中，我们也看出来了，特别的棒啊。那其实呢，我想就是刚才我们看了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啊，会有更多的人会对这个游戏产生更多的好奇，会产生更多的好感，这也是我们的天团们，我们的代言人们在共同完成游戏过程当中带给大家的，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游戏当中感受更多的快乐，完成我们更多我们一起能够创造出来的奇妙的经验和宝贵的回忆啊。好，那么再到这儿呢，咱们要进入下一个部分了。我们也要用热烈的掌声有请接下来我们的天皇团的双排赛搭档们登场。跟队友的合作当中会有如何不一样的感受？来，请有请我们花花的双排赛搭档是一起浪的陈飞，以一己之力称霸联赛，强势输出，彰显得分王本色。当然我们王一博的双排赛搭档是 NV 的 Parboy， 二指战神，更是大满贯得主。赛场超越的双排赛搭档是来自天霸的顾居居团队。我是陈飞，然后今天跟花城一起双排。好，欢迎陈飞来 Parboy。我们顾居居的风格了吗？再次欢迎，欢迎八位。现在大家已经看到了，马上我们的双排赛更加紧张，也更加刺激，这个就要开始了。在正式开始之前呢，大家注意到我们的搭档们虽然可能是第一次正式的交流啊，是，但是已经开始分享战术了。在开始之前，咱们也问问咱们的代言人们，在这一刻有什么要跟您的搭档说的吗？咱们从热巴先开始，还有什么要跟你的搭档说吗？就希望能够稳稳当当的，然后希望程 C 懂的都懂，带我进圈吧。对，行，一起进圈啊。 好，来，王一博为职业选手，这个压力啊我们轻松一下，毕竟这个游戏还是快乐非常重要的。再次感谢八位来参与到我们双排赛的环节，请到我们的备战区落座，谢谢。来，各位请到我们的对战区，请在他们入座的过程当中继续为他们欢呼吧，好吗？来，即将开始双排赛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次用热烈的交流，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所谓知识。朋友还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还为特种兵们准备了一份进圈，他们在本次双排赛里面一次盛大的登场。随着这个航线的慢慢延伸，大家都可以在我们全景大地图的视角上寻找你想找的那一个人。哎，你想找解说工作不容易，我也要好好学习啊。是的，既要保密又要有意思啊。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花花和陈飞这边的情况啊。我其实都不太想说话，很想看他们打比赛啊。我觉得应该会非常刺激。非常的专注。好，花花来，那个在您过程当中，我们顺道问一个问题，平时您在游戏当中最喜欢使用的是哪种武器？那个 M4。 M4哦，是一把综合实力非常强劲的一把步枪啊。对，陈 C 来，我们刚刚花花说他最喜欢的是 M4， 如果你捡到了 M4 会率先给到花花吗？那肯定会给他。肯定会给他，对不对？好啊，看看你们落地能不能找到这把枪，就不过多透露了，谢谢，期待你们的表现。哎呀，有点舍不得离开，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一博这边啊。回去了。哎，这边看到了花花，由程 C 啊所驾驶着的载具上面载着的就是花花本人。是的，哎，但我记得刚刚好像王一博是自己骑了摩托带着的伞兵。哎，现在确实可以看到啊，程 C 可能擅长驾驶轿车一些，而刚才王一博呢也是骑上了自己的摩托车。其实说到程 C 跟花花，他们之间现在让我感觉已经是有了一些
默契了，因为之前我在微博上看到过他们好几次友好的交流。是的是的，相信叫做火力车火力战车，是两个火力战车，你看到不断的把自己的头探出窗外啊，这确实是可以令所有的观众朋友们热血沸腾的一个画面，因为火力车要开到何方呢？现在已经来到北部了呀，还是紧跟着王一博的头车。现在从他们转移的路线上来看呢，应该是往圈行的中心点去聚集，没有问题啊。因为我们和平精英呢，我们要知道生存的法则呢，就是往安全区中心点过去，只要往中心点。古巨巨斗舞，三三也加入。那哎，一看到尬舞，王一博来了。哎，你们敢在王一博面前跳舞？来了，王一博要跳舞了吗？这个时候啊，虽然我们看到了王一博马上可能要进行跳舞了。是的，王一博想跳哪个舞？在他准备了。哎，这是一身舞王的皮肤哦、哎，他挥了一下拳头。是的，他说：“伞兵，快给我调一下。哦”是的，是的，是的。在游戏当中，我们有诸多帅气的舞蹈动作，也可以看哦，伞兵。你在王一博面前跳托马斯是什么意思？他会着急的。这是舞王的双排赛搭档，那跟舞王学一学不为过吧？是的，但是发现小姐姐在旁边，哎，花花也开始了吗？唱跳选手花花，我相信他此时此刻呀，说不定也开着游戏里面的麦，一边唱一边跳。是的，花花继续进行自己的一个唱跳模式，但这边他选择给其他人一点机会。花花呀，在咱们游戏当中其实不光是玩家，我觉得他还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呢？斗牛士。哎、哦，但这里呀，是的，超越是打了一个在下伏地魔，我觉得这跟杨超越、啊、给咱们的一个印象特别接近，就感觉他非常非常的亲切，就像邻家的姑娘一样，这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形象。没错，但是我们发现的眼睛里，哎，等一下，左边是快来救救我，放倒了 A 级的舒涵，花花花花来一个击倒，但是王一博被击倒，王一博还有救的机会，不过这边确实花花是击倒了职业战队的指挥啊。哇，这是在哪里呀？已经看到这一次的战斗感觉已经，哎，花花又是放倒一个，花花击倒了 Johnny J， 三三配合他补掉了，嚯，花花已经在本次比赛完成两次击倒了。是的是的，这边这真的是如我们所说呀，一旦跟职业选手相组队了，获得了一些清晰的战术思维之后，这个实力这个淘汰一下子就上来了。没错没错，并且让其他的队伍都不敢靠近这个双层大仓。哎，刚才看到不 哎，花花确实，我们人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他已经击倒了两名选手，自己偶尔有一些失误也是正常的，没有关系啊，还是可以救起来的。没关系，非常井然有序，你看到没有，花花跟陈醉在往前顶着，然后后面是杨超越断后，哎，杨超越保护着中间的迪丽热巴，哎，但是一个绕圈过来发现王一博成了断后。哎，我小刘这是组了另外一个队伍来到了脸上，华晨宇跟自己的队友一起击倒了书生，也就是花花是被小刘给烧倒，那现在明星特种兵的情况非常的难受啊。八六跟这在过程当中啊，花花的表现是非常出色的啊，而且经历过几次惊险啊，冲得很前面。我很好奇，你平时自己玩的时候，你真的会开语音吗？因为这个和平精英过程当中，语音还蛮重要的。我会把语音，就是我会把那个对，就是那个喇叭打开，然后我能听到队友的说话，然后我自己很少开麦，只有特别重要的时候才会把麦打开，然后说两句，然后我就立马关上了，这样。有曾经被人听出来，哎，有点像花花的声音吗？没有，我会变声，我会说，你变一个，我们听一听好不好？你平时是怎么改变自己声音的？你们先走，我去找车。这就是我们游戏语音包，你知道吗？谢谢花花啊，确实花花在刚刚的这个游戏当中也有好几次的击倒，精彩的操作。我们同时也来问一下陈 C， 陈 C 刚刚跟花花的配合，你觉得怎么样？配合吧，我感觉花花跟我说他就玩了一个月，然后我感觉他进步挺大的，进步神速是吗？看来是天赋型的选手玩家了啊。嗯、好，谢谢谢谢花花，谢谢陈 C， 祝贺两位啊，祝贺。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舞台交给花花。
手卡准节奏慢，跟着我们慢。刺扎背部，踏雪花。Thank you.
会唱一起唱。谢谢花花。